冲吧。我不知道，就不停的爆痘爆痘。这个好像，我们工作结束了，我连续三天都是早上6点多起。充电宝给我用一下吧，谢谢。今天从普洱又回到西双版纳，好吓人哦，这个痘痘。对啊，这几天是挺辛苦的，但是还是觉得挺充实的。本来不想让大家看我这个样子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让你们看一下吧，因为我已经好像好几天没有看到你们了。谢谢。其实昨天跟前天的那个工作还挺好的，虽然热，然后一直在穿梭，然后我那个运动步数都已经18000-20000了，然后今天就是一直坐在那个地方，坐的时间比较久。